就是非背景辐射这样算，所以这个本来在谈这个标准的时候就要把自然的背景辐射扣掉这样子。对，那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他可以用汉字，用人工发射线跟自然放射线去 Google， 就日本有很多解释这两种这两种何种的不同，对人体的不同这样，日本有很多。对，那这是一个。那因为刚刚又提到那个就是八公里那个事情，因为我刚好出差那八公里里面。对，那我觉得反而对不起，我可能会讲的有点小小啰嗦，就是我觉得反而有时候真的不需要什么多的什么科学跟知识，因为那个台电来跟我们宣传的时候，他给我们放那个宣导短片，那个短片网络上都看得到，然后那个短片有很多缺陷，我就不说了，比方说那里面的人都没有穿什么防护衣，也没有在帮你测，你知道吗？就是你发生核灾的时候，你逃到那个地方，他也没有穿防护衣，然后他也没有帮你测，那跟国外演的都不一样。好，这也就罢了。里面有一句很简单的台词，就是发生事情的时候，就是会有很多车来载你。那我们那边的司仪员就问他说：“很多车，哪里来的很多车？”我跟你讲，我住基隆市安乐区，我们那边就有10000人，我们就需要大概250辆公车这样子。那你基隆市全部的公车也才100辆车，然后我内心一直很疑惑，我觉得我这是一个很不是说很聪明的一个很民众单纯的疑惑，就是核电不是说很省钱、很经济，然后本事很大。那我觉得我这一点的我的希望跟需求，我们这个偏远地区的这种小市民的希望跟需求，跟永和派也没有冲突。就是你永和，那你就来加强核电的对大家安全的说服力。那你连这个车都办不到，那你就跑来跟我们讲很多车。那我觉得那个太尝试了，你知道吗？这个是真的是住在那里你才会有的一个感觉这样子。那就最后两点，就是那个因为我自己也是有去看一下日本那个中央政府的那个节能宣传网站。那他其实他介绍很多节能的方法，那因为时间很短，我简单讲一个好了，就是他至少都会告诉大家帮忙把尖峰用电压下来，然后每一个营业场所、学校的、医院的、也许立法院的都不一样，他都会发一张图，就是说你这样的营业场所，你的尖峰高峰是什么？他可以做到这个程度，那这也没有很难啊，这也不用花很多钱啊，这个就网站大概说是你随便叫一家发包10万，搞不好2万就会有人帮你做。那我不知道我们这个国家在节什么呢？然后为什么有，就是可以这么理直气壮的说要用那个？那最后一个点是想要问那个李尔姐，就是说，因为我在有人就是说你最近的演讲里面，然后你好像有提到，就是说日本已经不检查食物了，是不是？对。那这样子的话，那东京的家庭主妇不是很可怕吗？就是说他少了一个参考值标准。那我也不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民间怎么反应，或者一般家庭主妇怎么反应，或者那种生活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想要请问。我觉得这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哦。那个，因为就是说很多日本人，他们觉得自己不去买福岛的东西，他会觉得很罪恶。就是说，那个当然是一个错误。很多人说，哎，你一天到晚在骂福岛，福岛人也要活。其实那应该是福岛，就是政府不要再继续推进核电。日本政府他在那个之后，他还是继续每年拨2-3千亿的那个研究开发核电的钱，2-3千亿日币。可是他每年其实只要花几百亿，就可以把污染的农渔牧产品把它收起来哦，就是不要在市面上流通。可是他就是不要做这件事情，因为他如果做这件事情，他就没有办法去掩盖福岛核灾的真相，所以他们就是说继续让它去流通，而且花很多的钱哦，像他请那个 Tokyo 或是很多的那个日本艺人哦去宣传说，哎，福岛核食品已经没问题，然后在那个新加坡等等办那个展售会，那说那个就是像福岛米的展售会，很多人说那新加坡就已经开放了，说我是不是写错了？其实没有，他现在至少还有13个国家对日本的那个食品是很严加管控的。那日本人其实就是说，现在那个日本的超市上，他都会写说放射线检查完毕。那检查完毕，每一家就是说，比方说它是可以吃的，可是可以吃的基准，国家基准是100贝克。那很多的超市强调它自己是20贝克，就是说如果超过20贝克，它就会标示这样子。那大部分的人还是基本上是还要是有小小的小孩，他们都宁可不要买。
那大的老的人哦，他们现在就说，以后变成叫做那个十八禁哦，就像电影有十八禁，所以那个就是食品就是有叫做那个什么二十禁、六十禁啊，就是说六十岁以上的人他吃就比较没有问题哦。那有些人就说，为了要救辅导人，就是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可是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辅导是不能住了，因为每公斤的土地如果它超过四万贝克的话，它就是辐射管理区域。可是辅导到处都是，就说整个辅导和周边地区很多的地方都是十万贝克到三十万贝克，甚至有的地方是六十万贝克。这种地方不能有小孩，不能有人在那边生活，它生产出来的东西怎么能够吃呢？那其实应该要放空的。可是日本政府为了让人继续活在留在那边，而且要假装说福岛是可以回去回得去的地方，所以他们推进核电是没有错的，他们是要这一直说这样的事情，要维持一个国家的一个体系跟就是谎言不要戳破，所以他就是宁可不要去收购那些东西。那你去看超市，最后剩下的都是福岛的，到现在为止也是一样，像水蜜桃刚生的一个，他可能要卖三四百块日币，福岛的一个五十块日币也都没人买哦。那很多就是看你怕不怕嘛，很多人也是有人不信邪的，就觉得我自己是不怕辐射的啊。那我想就是说，它含的那个人工辐射完全跟那个天然的辐射，像很多的永和的人就会跑去我文章留言说，哎，你不吃香蕉吗？香蕉含很多那个放射性钾。那那个是人工的，那是天然辐射，不是人工辐射。我们的身体已经对于譬如说花岗岩啊等等，它们放出来天然辐射是已经适应非常几百年、几万年的，那是比较适应比较好。可是问题是，它如果太高，当然也不好，自然那个辐射太高也是不好的。可是它的毒性根本就说人工辐射是，就说是它的几倍、几十万倍，什么都有啊，就说那毒性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说大部分的家庭也都非常非常的反对。那一直到那个就说，你知道东京都以前的知事叫石原慎太郎，他是那个非常永和的，所以他就在灾后他说，为了要救福岛人，所以东京的儿童的营养午餐就全部故意用福岛食品，所以就引起东京的学生家长哦，就一直去拒用。那一直到去年为止，终于东京都开放，就说后来就是变成有的区它是可以自己带便当的，那有的区它像那个五藏也是，它就非常重视，所以五藏也是自己进非常多的那个辐射食品的侦测器，那个很贵哦，辐射食品的又跟那个这种环境剂量完全不一样，它是好几百万日币，那就是所有的学校都全部都引进那个辐射侦测器。那所以就说每个市或是区的基准不一样，可是到去年终于他们开放所有东京都的学校，他可以决定自己要不要带便当或吃营养午餐。那因为有的学校他根本就没有做这种检测，那他就变成开放，否则至今为止哦，就说便当派跟那营养午餐派在教育的现场上就形成很多的混乱，有的老师支持，有的校长不支持，有的校长支持，会有的家长支持，那学生之间也变成很严重的分裂哦。所以就你看这个事情到去年也都还就是一直哭，非常干扰这个，就说所有的家庭。那当然，就说过了四年哦，日本政府也做了非常多的，就是说，哎，好像说辐射没事，福岛没事哦，这样子的宣传。可是事实上，大家都知道，因为你公布的那个，就像那个小孩子罹致癌的，已经有112个小孩得到那个甲状腺癌哦，那有85个去切除了。那你知道切除以后，你一辈子都要服甲状腺素，你要是那个断了药，也会死掉的，不是说甲状腺癌就比较没关系，甲状腺癌也是很可怕，而且他们一辈子要隐藏自己曾经得过甲状腺癌，否则人家不敢跟你结婚生子的哦。所以就整个是一个很悲哀，辅导人他即使离开辅导，很多人都不敢承认自己是辅导人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大悲剧，而且悲剧现在才要开始哦。那我觉得台湾就是所有教育太藐视辐射伤害哦，所以我很希望就是说，像这种今一日一测，虽然没有机器，这个就一个1000块。
多台币而已。现在大家都知道日元很便宜，就说日元很便宜哦，就去日本买的时候你就顺便买一个或怎样。我觉得就是说你要，因为政府不会告诉你，就像你他放出比三里岛多，他也不告诉你哦。那我觉得灾后就是说，至少我们自己就我们家没有相信日本政府的资料，我们就自己跑到大阪去九天。那九天非常补哦，因为那九天是东京它的辐射值是平时的数倍到数十倍哦。那我们至少那几天少吸了很多。那我觉得至少我大概不会因为那几天就病得很严重。那我觉得这个还自己是还蛮庆幸。可是就是说，这种东西是很矛盾的，因为整个社会也是有人在撑持你才能够维持。像很多辅导人，他没有办法，大部分的辅导人没有能力离开辅导，所以他们就只好继续了。他们也不想听说你辅导很危险、很危险这样的事情哦，真的很矛盾。就像龙潭被说污染很严重，很多龙潭人他自己还起来说，你这样放来，我们房地产就会那个贬值等等，还起来反对哦。所以就说这个事情，就说对于当地人或是外界人来看是不一样。那我觉得是应该，就是说政府应该负起这个责任，然后不要制造当地还可以回去的假象。那食物其实是最严重，当地的人他们自己也都是外面不断的寄东去订外地的东西来吃的。